有点怪吗？因为还记得吗？你说你小特别想学舞蹈，小时候不是你说要看的吗？我是让女生跳，你看蔡依林跳成那样多好看啊！啊，当然，如果她不看脸的话，也是个姑娘，跳的还可以。没关系，我还为她准备了其他的惊喜。啊，你这一出来，这个两手插口袋里就很有大姐大的感觉。哦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哎，但是脸上还是眉清目秀的哦。你是个女汉子吗？您看啊。那你女汉子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就是我们认识那天，我们在公交车上，那天人也不多，然后上车第一眼我就看见她了，背了一个亮粉色的包，穿了一个就是那种荧光色的鞋，然后整个人跟朵花似的。嗯，她站门口这么站着扶着车，但是我就看有一男的过去了，男的就过去往前贴，我觉得这女生有点悬啊。然后但是我就看那男的掏刀出来了，就是划包，我一看大家都没人管啊，那我就过去了，我说你干嘛呢？同学，你看好自己的包。嗯，然后后来他就找我要手机号了，然后我才知道那竟然是个男生。